咁咧，我哋今日咧都係一個等候神嘅聚會啦。咁我哋都思想我哋點樣更加容易聆聽神嘅聲音，就係我哋嘅心靈靜，唔受外界嘅影響。咁人係真係好容易受外界影響，因為啲人咧講笑話啊，佢哋傷害我哋啊，佢哋嘅脾氣啊，佢哋做嘅唔好嘅嘢都好容易影響我哋嘅。咁我哋就係學習人有問題，佢嘅問題。人發脾氣，人做不好的事，我們接受。我們今次在 Zoom 那裡講到三點，就是接受人是罪人，所以人會做錯事、講錯事，接受就不覺得一件什麼那麼大不了的事，就不會那麼激氣，因為人就是這樣的。這樣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有很強烈的反應。第二就是處理我們的情緒，處理的意思不是壓抑，即是說我明明很生氣，不過壓住這樣就很慘的，而是呢心裡面不要緊，他是有問題，他有罪性情，他有情緒，不要緊的，他做錯事，甚至他 對抗我都不要緊的，因為他要自己要面對這些後果，但我們祈禱求神祝福他。所以我們就說人有問題是他的問題，我不用背上身，不用拿屎上身，我們呢就處理內心情緒，就時時都是說有神祝福我，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恩典，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福氣，所以我日日都可以享受神，感激神，歡喜神，享受神，心就保持平穩安靜了。這件事可以學到什麼程度呢？可以學到呢，人家一直罵我們，一即刻我們在一兩秒即刻處理，咦，他現在發緊脾氣，他現在在做的事情不太合理，即刻說不要緊的，是他的問題，不用介意的，我不用激氣的，於是即刻選擇不俾佢影響，即係話選擇唔緊要嘅，冇所謂嘅咁啦。咁個心咧就一路讚美神啦，神俾我平安輕省。咁我哋日日都喺呢個狀態咧，我哋就更加容易領受神嘅聲音嘅。咁然後咧，第三樣咧就係處理問題啦，即係話同嗰個人相處係會有困難嘅。咁我哋點樣處理？有啲人咧係冇得處理，因為佢太固執、太硬頸啊，嗰啲只能夠善待佢。對他好，希望他改變。有些人越講越彎，咁有些人可以講的都需要由我去講的。咁呢三點咧就係話處理人的問題或者任何環境的問題都是一樣的，即係都係首先唔覺得，如果環境又唔覺得環境有問題咁嚴重。第二咧就係心裏面處理情緒，就係話咧，就算好大件事發生，我哋都處理我哋嘅情緒，能夠平穩安靜。然後第三，我哋點樣揾方法處理個環境嘅困難啦？咁呢個箴言二十章三節嗰度就講咗，遠離紛爭是人的尊榮，愚妄人都愛爭拿。咁呢度咧，我諗大家有時搭公共車有時都會見過啦。有啲人咧，哇，真係鬧交係唔會停嘅，一個撞到一個，跟住又唔講對唔住，咁另一個咧就開始鬧佢，咁鬧佢咧佢又反彈，咁咧就兩個。鬧來鬧去，鬧到其中一個落車為止，是成車人都要聽他鬧的，真的呢，看到他們覺得很巴閉的，即是我夠惡，我一定要惡過你，但是越惡得對方越惡，是沒有解決方法的。那很多多數人都不是那麼嚴重的，不過我的心裡面呢，多數人都會很猛啊，很煩啊，受影響的。那我們想我們跟神關係好，一定是處理生命，亦都在這個時候我們都問自己，我心裡面有什麼被人影響呢？有什麼不開心呢？我們就去處理，我們的人呢就能夠更多平靜，更多安寧。曾經有人形容到心裡安寧，他說到幾個狀態。第一個狀態就是周圍很靜，自己很靜，能夠安寧。這件事就不難的，不過有些人都做不到的。為什麼呢？周圍都沒有聲音，他自己坐在那裡祈禱，他又猛地想東西，所以周圍很靜他都不能靜的。好了，這個第一種，因為最容易靜的就是周圍都很靜，自己又安靜地祈禱。這個第一步做到了，就是就算有多煩的事，我們都放手，不要去反覆思想這些事了。好了，第二個狀態是怎樣呢？出面嘈，裡面都靜，這個就難很多了。譬如其實 我中學那時候讀書，中小學讀書都是的，屋企成日都開麻雀台 play card， 還有成日都會鬧交的，
咁我就喺咁嘅情況之下讀書咧，係都算係考得成績好啊，咁就主啦。我係 turn off 佢，即係嗰陣時未信耶穌嘅，但係 turn off 佢唔受影響，我亦都冇興趣睇佢打麻將。咁咧呢個係即係話喺嘈嘅情況之下安靜。咁譬如我自己搭車啊，好咩都好啦，我都係一路成日都感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個心盡量喺平穩安靜嘅狀態。咁我都係話咧，人有時都係容易，即係都可以受人影響嘅。嗱，譬如咁啊。第二啲人咧可能冇咁影響，家人咧會有啲影響嘅。佢有啲家人咧就好中意睇啲政治嘅片嘅，咁咧成日都睇同埋都講嘅，咁咧可以話咧都令到我有啲即係有啲激氣嘅，即係覺得點解咁唔能夠分辨真假嘅咧？點解乜都信曬嘅咧？但係咧我心就話俾自己聽，我同佢講都冇用嘅，我說服到佢都冇用嘅。而家說服唔到嘅，所以都唔使講嘅啫。咁啊，聽咗就當冇聽到咁樣。咁啊，心裏邊咧就處理啦，即係話處理，唔使放在心上。我都改變唔到佢嘅，咁就唔介意啦。咁咧就人就能夠保持平穩安靜。咁越冇發生過啲事咧，就越係唔會再發生，即係唔會再因為啲政治嘅又去嘈吵啊。即係冇發生過咪冇嘢咯，當冇嘢。佢講乜嘢咪由佢講咯，講完啦。又不出聲咁啊！好啦，咁即係話遠離紛爭，即係話唔好進入紛爭。咁有時教會都有紛爭嘅喎，即係同一個人啊，有時大家唔相和，咁一次一鬧咗咧，有啲人咧就會即刻和好嘅，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嘅，係會繼續嬲，繼續執著。呢個係人嘅罪性啊！咁我哋有咁嘅情況嘅時候，我哋都唔好進入呢啲紛爭裏面，即係話我哋知道。咁喺呢一陣咧，我哋就學習啊，學習就係放低自己嘅煩惱。咁我哋今朝咧喺 Zoom 咧就發現，即係我忽然間喺個 Zoom 教導嗰時咧，神提我一樣嘢喎，咁咧就非常之好嘅，就係原來我留意到咧，聖靈嘅感動係喺邊度領受到嘅，同埋聖靈嗰個臨在喺邊度發生咧。咁我就發覺咧，好多時喺個呢、这個位置喎，嗱呢個只係一個我哋人嘅發現，唔係一個絕對嘅真理，即係我唔知道。不過呢個係我哋到現在為止實發現嘅一樣嘢啦，就係咧，譬如喜樂諗耶穌咧，喺呢度唔係呢度諗嘅喎，佢愛耶穌，我好難呢度愛耶穌嘅，喺呢度愛耶穌咯。呢個係發自心靈嘅，因為我做慣咗一個心靈發出，我謝天父，哈利路亞。在这里发出喜乐的，在这里发出能力的，在这里发出能力的。那呢就这个只是一个经验之谈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经验。好了，而我发现呢，领受信息都是这里位置的。大家呢有没有发现犯罪的时候最容易领受信息的？即是应该说圣灵就会提我们就比较容易领受到的。犯了罪在这里不舒服的，就不是個腦一路諗舒服，喺呢度喺度攞攞亂。咁啊，今朝有個姊妹講咧，就撩啊，聖靈喺度撩，喺度撩，就佢咧就撩佢去做一啲嘢，去傳福音，去幫某啲人。咁佢又好真係，亦都係好有恩慈，同埋好有愛心啊！佢真係幫好多人。所以聖靈又俾佢睇到嗰啲畫像喎，俾佢睇到嗰個人嘅樣，然後咧佢就走去幫嗰啲人。嗱，我睇到呢啲情況咧，我自己冇呢個恩賜，不過我又唔會妒忌嘅，我知道神最好嘅，神會將最好俾人。咁我只係話咧，感謝神，有不同嘅人喺我哋周圍都有不同嘅恩賜，我一齊配搭就可以一齊侍奉神啦。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嘅心態。咁咧就唔俾即係人哋有嘅，我哋感謝神。好似啱啱姊妹分享啊，佢真係好多經歷嘅喎，我又冇呢啲經歷嘅，我有其他經歷。但是不要緊的，每個人不同是沒有所謂的，那我們的心平穩安靜了。那我就發覺聖靈提醒我們在這個位置有些感動，如果是一些情慾或者一些怒氣就在身體發出的，即譬如很激氣，譬如你想發火那樣，就不是這裡發出的，是在好像身體有些熱能啊在那裡發出的，即是位置是不同的。
同埋諗嘢咧，譬如你話啊，我一陣間去做咩嘢，我要揾邊個人，我探邊個人，我買咩嘢咧，就喺個腦嗰度諗嘅。諗嘢就係個腦諗嘅，激氣怒嘈咧就喺個身體發出嘅，然後咧聖靈感動咧就好多時喺個呢個位置。咁我哋就留意一下，就喺度一路愛慕神嘅時候，所有嘅重擔都放低曬，一切煩惱放低曬，讓我哋平穩安靜。人嘅問題我哋唔使介意，我哋咧就遠離呢啲紛爭，遠離呢啲問題。咁我咧淨係用多一節經文，因為咧我哋多啲咧就係話咧係喺神面前咧安靜嘅等候神啊。嗱，詩篇三十一篇二十節，詩篇三十一篇二十節，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，免得遇見人的計謀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們在亭子裏，免受口舌的爭鬧。嗱，呢講到神咧將我哋藏喺佢嘅隱密處啊，即係喺神裏面咧，神可以保護我哋喺佢嘅隱密處，喺佢嘅保護之下，喺佢嘅同在之中，唔受周圍嘅人嘅影響，免得遇見人嘅計謀，免得咧俾人嘅計謀影響。我哋就喺神嘅同在咧，所有人嘅問題都可以唔受影響，之後放手啦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們在亭子裏，免受口舌的爭鬧。就喺神嘅亭子裏面咧，神就保守佢哋免受口舌嘅爭鬧，就免咗啲人嘅鬧交啊！就讓我哋咧時時喺神嘅同在，由早到晚都感激神、享受神，喺神嘅同在，俾神帶領、俾神感動。咁一陣間咧喺等候神嘅時候咧，我都留意一下喎。你又唔使成日咁諗住嗰度有冇咩嘢發生，你係點樣咧？愛慕神，你發覺愛慕神咧，多謝神都係一個心發出嘅，愛慕神、歡喜神。當我哋愛慕神嘅時候咧，你可能全身會有回應，但係咧嗰個係來自我哋嘅從佢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。耶穌話喺我哋嘅心喺我哋嘅腹部流出嚟嘅。嗱呢個經驗啫嚇，即係個位置。咁大家試下留意呢個位置。咁嗱，呢一陣咧，我哋就會一齊起身去敬拜，一齊去敬拜咧，享受神，讓我哋放低曬啲煩惱重擔，同埋咧進入神嘅隱密處，進入神嘅亭子裏，將一切所有嘅煩惱都放手。多謝天父，多謝主耶穌，神你真好啊！Hallelujah, Hallelujah, 赞美耶稣 ，Hallelujah。主啊，帮我放低啲烦恼，从个心灵嘅深处喜悦神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君王来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天国来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是我同我在正中的神，令我在安安歇睡。是我的保证，
思于怀，他使我躺在正中地上，令我在我安歇睡眠。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住着我，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追着我，我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里都永远。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追着我，我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里都永远。我一路敬拜神，一个心一路归向神，唱每一句诗歌嘅时候，都系一路个心归向神，欢喜神。耶稣，我哋好爱你，我哋欢喜你。耶稣，我爱你，我归拜你面前。神而喜乐而欢呼，我们喜欢神，因为神是满有恩典慈爱的，所有好东西都是从神而来，我们所有领受的好东西都是从神而来，我们就欢喜神，我们要感激神，我们欢喜神，我们享受神，我们喜欢神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欢喜你，耶稣，我欢喜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欢喜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爱你。我哋挨住耶稣，因为谂住耶稣喺我哋后面，我哋挨住佢，主，我紧靠你。主，我紧靠你，耶稣。主，我紧靠你，尽我心，依我你。
只歸你，只歸你，主我緊靠你。我愛主耶穌，主我緊靠你耶穌，盡我心倚望你。主我紧靠你，以爱感触我我心，将我紧拥抱，我只归你，属于你，我只归你，只归你。以爱感触我我心，将我紧拥抱，我只归你，属于你耶稣，我只归你，只归你，我是归于你的，我只归你，属于你，我只归你，只归你。我将生命献给神，我只归你，属于你耶稣，我只归你，只归你。主耶稣，我全心爱慕你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全心爱慕你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全心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！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全心敬拜你，圣灵，圣灵，圣灵，渴慕我全心开慕你，哈利路亚，圣灵，圣灵，我全心开慕你。主耶稣，我全心爱慕你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全心爱慕你，哈哈哈。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全心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全心敬拜你。圣灵，圣灵，我全心仰慕你。哈利路亚，圣灵，圣灵，我全心仰慕。我们渴想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欢喜你，我们等候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欢迎你临到我们当中，我们心里好喜悦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开心跟神讲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享受你，我中意你，我欢喜你，我一路中意神，神啊，我欢喜你，
神啊，我享受你，我充满你，主啊，我喜悦你。感謝神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求主的靈大大牽灌在這個地方，大大充滿這個地方，我們歡迎你，歡迎你更大的臨在，歡迎你更大跟我們一起，歡迎耶穌來到我們當中，歡迎聖靈感動我們的心，向我們講說話，歡迎你，神啊，我們需要你，我們需要你，我們感謝你，我們歡喜你，多謝你，多謝讚美你，多謝讚美你，感謝讚美你，我們歡喜你，我們多謝你，我們欣賞你，有神萬事足。哦耶穌，在這一陣我們投入去愛慕神，讓神的同在更強烈的地方。神啊，我們歡迎你，我們感激你，求主的聖靈大大充滿這個地方，充滿我們的心靈，我們一起看慕神開聲。主啊，我們渴想你，我們感激你，我們歡喜你，我們欣賞你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歡迎耶穌，歡迎耶穌同我們一起，歡迎耶穌同我們一起，歡迎耶穌，歡迎聖靈充滿我們的心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我們感激你，我們倚靠你，你是我們的一切，神是我們的一切，有神萬事足。哦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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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，我愛你，耶穌，我愛你，耶穌，我愛你，真係個心好愛神，神啊，我哋好愛你，教我哋點樣更加愛你，教我哋更加喜悅你，歡喜你，感謝你，欣賞你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歡迎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感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